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这个剧本，剧本叫什么呢？叫做古墓吟。一共呢，这个剧本是六个角色，是三个男生，还有三个女生，大家就随机抽取吧。好吧，随机抽。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别错手吧，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能随心所欲。咱自己剧本上会有女的吗？就正常的剧本啊，它都是会有名字的。